陈零九爱情长跑十年，两人不仅已经同居，更一起投资服饰、手摇饮等事业，感情可说是相当稳定，甚至讨论过未来的婚事。没想到两人却在19日共同于网上发布全黑图，并向外界宣告两人分手消息，让所有粉丝们都相当错愕。事后两人都没有再对外说明。事隔2天，呼呼也终于更新动态，在 IG 现实动态晒出一张以小灯泡点缀的玻璃酒瓶图，模糊的背景更充满了多色光影，让画面看起来相当唯美。同时他也贴出一段歌曲中的歌词，英文写着宝贝我需要你来温暖这个寂寞的夜晚，被外界认为是透过歌词来表达近期的心声，也让不少粉丝看了纷纷直呼好心疼，都留言为呼呼加油打气，希望呼呼和陈零九都能度过这段时光。